霍尊的脸型较大，颧骨较宽，呈圆脸型，加上两只略带山峰的耳朵搭衬，宏观轮廓显得较为圆润。他有着两道一字眉，眼型狭长，眼睑较厚，山根较低，鼻型圆润，人中沟明显，上唇呈 M 型，双唇略有外翻。霍尊的长相在东方男性中算是中规中矩，而一头古风长发和真假音、高低音切换自如的嗓音条件，使得他呈现出一定的中性化形象，也多少带一些古典气息。综合权衡，霍尊的色级处于次高等级，姿色鉴定色值82分。